丹尼，丹尼，嗨，语音助手，今天午餐吃什么呢？月儿，你这是来跟谁讲话呀？我在跟我手机里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说话呀，我要让他决定我午餐吃什么。这么有趣，我也要加入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就让我们来玩人工智能随机搭配食物挑战吧，看谁的午餐比较好吃了。哎，这个好像很好玩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好，第一轮。哇，全部都是主食哎。一号是米饭哦，然后二号是馒头，然后第三个是全麦面包，我希望是二号。你想选的二号？因为我是馒头公主。因为我是馒头公主。然后马特是米饭，我想选到米饭好了。我还喜欢吃米饭，很普通哎，好吃的，而且他们好像还有菜。一到三对吧？对。OK， 我希望我的是二，开始喽。一到三的随机数字。二是二，真的呀！耶，二，哇塞！耶，花卷，呀吼！一到二的随机数字等于二。二，哦，全麦面包，全麦面包，哎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第二轮都是我爱吃的，你看，那它是西兰花。哦，西兰花除外。除外。嗯。你还不爱吃西兰花？我喜欢吃土豆和芹菜。土豆丝，我不爱。我帮你选土豆。好。哦，芹菜好的。来吧，那我们现在问一下，来听一下。好。一到三的随机数字。一和三之间的随机数等于一。一。哇哦！为什么是那个？三。还可以这样子？你又说那是一吗？哦，我们刚刚没有定是不是？啊。还可以这样子，好，那现在定了啊，我们来正面反面吧。好，然后花菜是那个正面，正面是反面，对，掷硬币是正面，正面，哦，花菜，耶、yeah! ，你刚说的是正面是它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可以。第三轮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，给对方选。哎，为什么要给对方选？你刚刚导演出题了，给对方选。那好吧。你想要哪个？我想要这个，你帮我选这个吧。啊，我也想要那个，打一下吧。石头剪刀布。那他的一何在？来，我们问问他。先定，那是一。好，这是一。那是一吧。那是一。好。一二三，哈。好。一到三的随机数字。一和三之间的随机数等于三。谢谢你，这帮我选的。哇，马叔，你真的是个大好人耶！就是这两个菜，现在是宫爆鸡丁和鱼香肉丝，你想吃哪个？我要宫爆鸡丁。好，快快快快！好，我一定会帮你选到鱼香肉丝的，放心。不要那个，来。这是正面，这是反面，好不好？好，要掷硬币是吗？好，掷硬币是反面。啊，反面！反面，这个是你的鱼香肉丝，我没有那么爱。人生肯定有不如意的啦。一块一块。第四轮。肚子饿了，可不可以先吃点？可以。哇，这个人说不可以。哇，好吃。这一轮我们来点难度加高一点，好不好？怎么玩？跟 Siri 玩成语接龙。哦，可以吗？来，成语接龙。我接受你的挑战。第一个成语，我出，自私自利。轮到你了。利人利己。利人利己好像不算成语，再试一次吧。力大无穷，到我了。穷困潦倒，穷困潦倒，我要接倒。道貌岸然，道貌岸然，哦，可以。我接燃眉之急，哇，急不可耐，急不可耐。我接耐人寻味，味味好像不算成语。我要想，我来想，接吧，等我。未卜先知，漂亮，我接治病救人，人人自危，哇，为国为民，哇，反应好快啊，都不让我吃菜的机会，想把他的 WiFi 给他关了，想不到了，想不到了，再见。好，那月儿你赢了，你选，那我选柠檬，好，我就怕柠檬，我选香蕉，给。啊哈，可以。第五轮，我要喝橙汁。那个
是芬达吧？哦，芬达。哦，这个雪碧，这个可乐。哇哦！一到三的随机数字，答案是三。叮叮叮，可乐。啊，我喜欢可乐耶。那到我了啊！一到三的随机数字等于二。二。芬达。嘿，颜值最高了啊！好厉害，来，我们碰个杯碰个杯碰个杯。哎呀，这个午餐不错，开动啦。我要先吃这个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，糖醋里脊。对，哇哦。我觉得我这个组合挺奇怪的，你应该把它做成三明治，全麦面包。哎，可以，我要手套。来，我要做一个三明治了，真的都要咬掉了一半。走在潮流的尖端，哎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你们看我这边，我来把它盖起来。哇，第一次尝试这样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来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。我的叫潮流肉夹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很潮啊，然后就是又是肉夹馍，加了两个里脊肉，你就跟我说很潮。对啊，你看这颜色，很色泽，很潮湿吧？才没有，是好吃的。我这个叫万物皆可夹。What？ 你又不是大饼，万物可切可卷。再说把你放进去夹。来，我放里头。让我们来尝一下它们的味道吧。好。鱼丝肉酱酸酸的，配上这个蒜蓉青菜。加上面包还挺好吃的啊，我的就不一样。三一个字，爽。好了，今天呢又跟马叔一起玩了这个超级好玩的人工智能随机食物大挑战。是的，感谢这个人工智能为我们搭配了午餐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繁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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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具盒里好多惊喜。